来来来，羊肉来了！哎，兄弟们，这场面比财主家过年的场面还大了。哎，二宝，啊，一会儿别忘了给老百姓送粮食去。哎呦，我忘了，放心吧，我早给送过去了。行，哎，丁兄妹。 你叫了吗？叫了，人家不来，说要照顾伤员。你说这场面他不来，咱们怎么吃啊？吃，这种场合他必须得到啊。对呀，鼓掌行，我觉得你叫行啊。二爷，咱往中间啊，我去啊，把咱丁医生给咱叫来，咱一块儿吃啊。好嘞，快点啊，吃吃吃。你啊，麻利点儿。行吗？真行，你看羊肉汤。同志们，丁医生来了，咱们热烈欢迎啊！ 来来来，来，你坐这儿，来坐坐坐这儿，哎，你干嘛呢？这是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怎么还喝上酒了呢？你们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吗？哎呀，丁医生，咱又不在团里，我们现在属于天高皇帝远，他团长管不着咱。那也不行，咱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。 就必须得有铁一般的纪律。哎呀，这战士们苦这么长时间了，好歹喝个酒放松放松，没事儿。你这是抱着侥幸心理。全排的战士都在这儿喝酒，啊，喝多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啊？你们连个放哨的都没有？怎么没有啊？有啊，村口有一个放哨的。再说，也不会那么巧吧？啊，哪天不打，非要挑今天打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丁医生。 大家几个月都没尝到荤腥了啊！今天好不容易敞开吃一顿，哎，有什么事先坐下说，快快快！对，坐吧坐吧。好，那你跟他们吃，我给你们站岗去。哎，丁医生，你不用去，哎，哎。 看什么了？不是你不说丁医生不入席，大家不能吃吗？我那是给他面子，还以为我真怕他呢。兄弟们，听我的，咱们呀，开吃开喝！嗯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家都在吃饭。啊，你把枪给我。好。现在啊。 光有一个名哨不行，还得有个暗哨。你去那边。是。我们这个独立团呀，开完这个冀中地区以来，全团各个连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我们排在这里喝酒吃肉。十三，回头啊，我向团部申请。 给你寄一大弓，来，给我喝一个。来来来来，不动不动不动，走吧，赶紧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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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那给你们弄，只要我这脑袋呀还在我这脖子上，我有的是办法给你弄粮食。对，这唐金荣，咱以后缺啥都可以找唐金荣要去。啊，对，要啥给啥。来，我们敬唐金荣一杯。来来，喝喝喝，敬唐金荣一杯。过来。老包浆，
也是个老兵了，你怎么能发了一把破枪给那个站岗的战士呢？枪栓根本拉不动，这要是出了事儿，可是大事儿啊！蓉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全排能想的枪，长的短的加起来也就20支，我不锁得严严实实的，关键的时候咱们用什么呀？20支怎么会这么少？你们以为咱们来有多阔气呢？上次杨树岭那个战役损失了多少啊，也没有个数。我告诉你们，子弹都快用完了。不对，老包，上次团长你忘了，还给咱们几挺歪把的和野鸡脖子呢。团长第二天就派人给拉走了。团长那个人呀，比我还抠呢。哎，老包，这算啥呀？不就是几杆破枪吗？我不是他，说话就给你弄来了。你就吹吧，啊！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信啊！水，来，别动！哎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就把话扔到这了。不出10日，就不出10日。我保证，给我们派的战士，一人一挺长枪，还有那手榴弹和子弹，都管够，好不好？好。哟，醒了、啊，来，丁医生给你弄的醒酒汤，快喝一碗。我昨晚喝了多少啊？你呀、啊，没喝多少，哎，也就喝这么大一坛子吧。这么大一坛子？啊，哎，你说你咋不拦着我呢？我拦你干啥呀？五十三，你知道你喝完酒有多大能耐吗？啊？你都上房顶了，那高大威猛的牛皮都吹上天了。对了，特别人家丁医生看你，哎呦，拍着胸脯跟人说：“哎，兄弟们啊，我以后一人给你们弄一杆枪。”啥？我给丁医生说，保证一人弄一杆枪了。都听见了。哎呀，老了啊！我还说啥了？多了，我啥都不记得了。嘿，你还说？你要是办不到呢，就去猪圈里跟老母猪睡一晚上。我把这句话都说了。啊！二老，走走，我把这话说出去了，你帮我弄点枪呗。我能有啥办法？你自己想办法吧。你要我去哪儿弄枪啊？那兄弟能帮上你的，也就是我给猪圈打扫干净一点，把你铺盖卷铺上，然后你呢？你自己跟老母猪睡去吧，你。杨老，这都啥时候了？哎，你帮我个忙，你说我弄不来的话，我到时候在丁医生面前多没面子呀，人家得咋说我呀？那我没办法，我没你酒量大，也没你能吹。行，哎，不就是弄枪吗？嗯，没问题，弄就弄。我五十三说话，一向是说到做到。绝不能让丁医生看不起我。哎，我跟那个望远镜呢？在屋里挂着呢。拿来，跟我走。干啥呀？哎，都瞅半天了，瞅出啥来了？你看看，啊。炮篓子，除了炮篓子还有啥？二狗子，除了二狗子还有啥？你是说？对喽，老子睡不睡猪圈，就全看这炮篓子了。你疯了？这么大个炮篓子，就一个连整个拉过来都未必能打得下，更何况咱们这几个人。方圆几十里，就这炮篓子，人多枪多，还没鬼子，你说不惦记他惦记谁？别的不说，只要咱枪一响，里面的二狗子肯定给鬼子打电话吧？啊，不出一个时辰，周边几个据点的二狗子、鬼子全部都出来了，咱跑都来不及。打电话？
咱把电话线给他剪了。你今天剪着，明天就接上。那我就把他电线杆给他拔了。你知道拔一个电线杆子多难吗？啊，就咱们这几号人，你拔了不出二里地，鬼子就追上来了。行行行行，给我给我。剃头的。哎，您看看，给。剃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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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剃头了啊！哟，在这地方还碰到同行了，啊？怎么在我这地盘你们来抢生意啊？赶快给我滚！趁老子现在心情好，滚！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做你生意，我做我买卖，凭手艺吃饭。我们有亲戚，哎，有亲戚，咱。二大爷，对对，二大爷在王家洼子炮楼那当黄学军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哪天告诉他你吃不了兜着走，赶紧走吧你。哟，二大爷啊，还我二大爷呢。嘿，王家洼子炮楼要是你们家亲戚，干嘛让我五天后去给他们剃头啊？不让你们去，赶快给我滚，滚！吹了吧，吹了吧。对对对对，对不起大哥。哎呦，大哥，同行呀，同行同行，高手高手高手，对不起，我马上走走走走。快走，快走，走走！哎，不要，都不要了，不要！高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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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手！啥？打炮楼？王家洼子呀，就在那个中村眼皮子底下。这枪一响，他肯定就知道了。我都计划好了，到时候咱们首先派人去把王家洼子周边的电线杆全给他拔了。到时候我先带人化妆，以后混进去。只要我混进去，就逼着二狗子把门打开。你们到时候看到城门一打开，就先带人给我冲进去。说得轻巧，但这主意听着可悬啊！咱就这么点人，又拔电线杆的，又打炮楼，那人手根本就不够。鬼子如果发现了，我还有另一个办法呢。嗯，你说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王家洼子炮楼，这三个是周边鬼子的据点，这个是五墙，我都想好了，从五墙到王家洼子炮楼。最快也得需要两个时辰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在正午时分，我们要同时的掐断电话线。这样呢，周边鬼子据点就接不到县城鬼子发来的求救信号，他们就不敢轻易的出来支援。但是呢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两个时辰内拿下王家洼子炮楼。所以，二宝，嗯，到时候你要带几个人。去阻击前来支援的鬼子，我这边打最多就打半个时辰。只要你发现听到枪声，你就赶紧给我打二虎来的据点。只要中村往那边一赶，你就立刻掐断电话线，赶紧往回撤。你这绕来绕去的啥意思？你就直说了呗。中村那个老王八蛋肯定以为我们是声东击西要打二虎来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声东击西啊。我这个声东击西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我让他误以为我真打二虎来，假打王家洼子。可是呢，二虎来的几个破枪破炮，老子根本看不上。要打，咱就打这个大的。老婆，一会儿你去把村里那个辣椒面、胡椒面啊，全都给我收集起来。到时候老子我有大用场。对呀，我看外面在集合，你们要去干嘛？哎呀，丁医生，你一个医生又不是我们排的兵，天天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？那么多伤员呢，赶紧治病去。五十三，你现在擅自行动是违抗军令，你信不信我告诉团长去？哎，你别呀，这么点小事儿别给团长说啊。我们不干嘛，我们就是给队伍弄点枪。枪？去哪儿弄？王家洼子炮楼，你们要打炮楼啊？哎，看着啊，打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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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小子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忘了那个剃头挑子。走吧，谢谢。你让兄弟们都盯紧点，只要他们混进去了，一发信号就往里头冲。好，站住！今儿剃头的怎么换人了？怎么瞅着这么面熟啊？哪个村的？哎，这爷，您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吧？名字？倪大爷，倪大爷，八路，哎，哎，有枪声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八路来了，八路。就被他们认出是八路了，我就说他们不好对付。二十分钟过去了，咱们撤吧。鬼子要是来了，咱们想走可都不好走了。敢他妈的打老子！哎，里面人给我听好了，老子是八路军独立团子，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借几杆枪试试，你们已经被全都包围了，你们跑不出去了。识相的话，就乖乖的把枪给老子拿出来，别等着老子进去拿。这个人听声音怎么那么熟呢？八路弟兄们，枪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就在炮楼里放着呢，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取吧！你他娘的！丁医生，你找我？你把这个交给团长，再晚了就出大事了，知道吗？是。行，这二狗子，今儿个我不进去，我他娘就不是武家的人！小刚，嗯，咱们备用计划，给我上！是。报告，根据城墙上守军的报告，城南方向王家洼子一带隐约能够听到枪声。马上给据点打电话问问情况。都打过了，好像电线杆子都被拔了。看来八路在那一带有行动。石腾俊，马上派人支援王家洼子。嗨。机关枪给我打，you
我说就是不行吧？啥时辰了？快半个时辰了。我上，你等会儿，我想想。鬼子可快来了。没事，那边有二旺呢。我就不信了，还拿不下你了。去吧，一会儿啊，你跟我去，再跟我过去。就八路那几杆烂枪，我就不信他能把炮楼打下来，给我顶住！全都得受不了。喂，报告太君，二虎来遭到大量八路袭击。报告大总，二虎来方向忽然遭到八路攻击。为什么在王家洼子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？喂喂，什么？城墙观察哨报告，王家洼子方向墙城消失了。消失了？这不过是八路的障眼法，佯攻王家洼子，实际上是要攻打二户来。36计的声东击西，调虫小技。通知石藤野，火速带人赶往二户来。嘿，快快！大家都小心点儿。怎么样，弄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好。鬼子来了，隐蔽撤。哎，快快点。跑，快跑。太君，滚蛋！我上三楼啊！滚蛋，下去！不是，你别让我下去，你有八路啊！我不是，快上上，滚！快快快！下去！太君，我上三楼啊！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快！不讲死的，给我往那边跑！Thank you.
兄弟们都给我机灵点啊！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！啊！上面写着什么？小心地雷，太君。故弄玄虚，开路！哎，别！太君，八路军很鬼，小心有诈。そうですね。你过去。我。快！铁律，快去给我找排雷兵！老乡，再给他们加点料！好嘞！下面还敢来端我的炮楼，哼！快啊！娘的，我这也太猛了！老包，还有多少时辰？还有不到一个时辰，撤吧，十三。你皇上不是还没到吗？报告。王家洼子方向再次响起了重机枪的声音。重机枪，要不要派支队伍去看一看？难道是八路两次声东击西，想要把手武强的兵力全部调出来？大佐阁下，您怎么看？传令下去，无论王家洼子发生什么，都不必再报了。嘿，十三，没时间了，这样会出大事情的。管不了那么多。十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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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，抓了两个二狗子跟一个娘们儿。那个娘们儿说她是谁啊？她说是这个炮楼队长媳妇儿。队长媳妇儿啊？哎，人呢？在那儿呢。
十三哥，呀，真的是十三哥呀！十三哥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翠花。哎，翠花啊！哎，你咋跑这来了？嗯，这，二狗子，三哥，就这兔崽子，他叫王二狗，给我打！哎呀！哎呦，不打脸还想混，这就是不打脸的下场。太好了，哎，行了，好办了。来，把枪都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二狗子，你瞎了眼了，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是你五三儿，五大爷，你摸摸你头上那道疤，是不是不疼了？我怎么听这声音这么耳熟呢？原来是五十三这个王八蛋，五十三，你个王八蛋！小时候你没少欺负老子，老子我没找你算账，你倒是找上门来了。我今天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，行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老子以前能揍你，今儿还怎么收拾你？你给我等着啊！十三哥，别打别打！十三哥，不行不行！十三哥，你看我们是好邻居的份上，你饶过我们家二狗子这一把啊！要不你让我劝劝他行吗？你劝他啊？这还能劝吗？现在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，他只能听我的。你等着，王二狗，五十三，你个王八蛋，打不过我，就绑架女人。算什么汉子？你以为你绑架了我媳妇儿就能唬住我吗？老子正打算换女人呢。好啊，你这个犊子，感情你就是想杀了我是吧？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你个王八蛋！你媳妇说你是个臭不要脸的，你给我起开！你个王八蛋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家去吧！你当个伪军队长，你长能耐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带你的人赶紧给老娘下来！你是不是给日本鬼子卖命卖出瘾了？啊，赶紧给我下来！我跟十三哥说过，保证你没事儿。你看看人十三哥干的什么事儿，你再看看你干的什么事儿。小日本没一个好东西，到处干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跟着他们有什么好的？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翠花，这是谁干的？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冲！我媳妇儿，谁打死我媳妇儿？剩余队伍，把唐金荣的人也带上，火速赶往王家八子。嘿，我二狗呢？跟鬼子干起来，被打死了。走，别动！说，会做火的厨子在哪儿呢？厨子，我没见过厨子。骗子！带走，走。二狗子，二狗，小哥，哎，找几个弟兄，把二狗子和翠花葬在一起，好歹也是邻居一场。好，兄弟们，
赶快清理战场，把能拿走的全都拿走，我们不给日本人剩下任何东西。报告，鬼子已经到二道沟了。二道沟离这不到三十里，渡过堤壕，加快速度，鬼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快点！把上山那个老黄牛给我带走啊！我想呢，大部队鬼子都出来了，这是唱的哪出啊？那里附近有哪支我们部队在活动啊？我都查过了，最近部队都没有作战任务啊。那就怪事儿了，鬼子为什么闹这么大动静啊？报告，丁林医生送来一封信，说是很重要。下去吧。怪不得呀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成精了。这五十三要打王家洼子的鬼子炮楼，命令四连和六连火速增援王家洼子。团长，他擅自行动，你还派兵增援？咋的了？再怎么地也是老子的兵啊，就是枪毙他也得打完仗再说。去，让这张良别老啃书本了，去管管那帮小子，再不管都要给我闹翻了天了。是。咱有了这个，那真是不愁了。哎，这几天家伙你可高兴了啊。你还有炮呢。你看你这揍相，抱着他跟娶媳妇儿一样。娶媳妇儿哪有这快乐，这可比娶媳妇儿强多了。哎，老王咋样，我没说假话吧？咱这枪非但一人一杆枪，还剩这么多呢，到时候咱再有点兵，这都够使啊。哎，林三，咱们俩追动员了几次，附近七里八村的后生都来帮你参军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我还真以为啊不太好过日子。要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啊，等你哥回来，咱们就能从排长到连长了。你哥，怎么了，胖子？兄弟们这么高兴，就你苦个脸？骗子，大骗子！俺都问过了，这二狗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会做火烧的厨子。你瞅你那点出息，就知道吃火烧。来，咱现在有枪了，想吃啥自个儿拿着枪问二狗子要去，咱想吃啥要啥啊。哎，老包，你叫啥名？盛福全。哪个村的？牛庄的。那你为啥要加入八路军啊？因为八路是杀鬼子的，我要杀鬼子。好，去那边领小米吧。哎，俺叫周德俊。哪个村的？丁玲姐，丁玲姐，哎，他们回来了。好，你们等会儿啊。哎，哎，丁医生回来了。丁医生怎么样？你说没时间吗？瞧瞧我弄来的，我全都是好东西，一茬真家伙。哎，赶紧去吧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姐，你想跟他说什么呀？我想跟他说他哥回来了。这，你还乐？枪都是我的，别给我动坏。哎，哎呦，哎。呀，咋的呀？进屋还列队呢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哥，怎么回来了？怎么的？不想我回来呀？没有，这。就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再不回来，你们他娘的不得上天呢！胆子可真不小啊，擅自行动还敢打炮楼？谁他娘的给你的胆子？